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知道结婚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不应该迟到。娜娜，我又多留了牧师30分钟，30分钟之内你要是到不了，我们今天就签不了字了。你违法了。我违法了？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真没看见。这里是开放式的农场，所以经常会有羊群穿越马路，随意的鸣笛会造成混乱，对人跟羊都很危险。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呀？我有急事儿，能麻烦您挪一下吗？你现在还不能走啊？为什么？我刚才已经报警了，警察来开完罚单之后你再走吧。